每个女生都有变美和追求美的权利，有句话不是说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吗？自然这来自于非洲的女孩也爱美。马上要参加前男友婚礼的黑人妹子决定要来一个惊艳出场，没错，她要亲测化妆术的强大。果然这顶级化妆师就是不一样，化妆前先给黑人女孩换个发型，网兜套上，假发戴上，再修饰一下边边角角。瞧瞧光是这么霍霍两下，原本粗狂的黑人小妹瞬间就变得女人味了一些。这化妆师的手怕是有魔法，发型解决后接下来就是面部妆容了，粉底、遮瑕、散粉通通刷个三层，瞅瞅原本是月球表面的脸瞬间变得光滑平整多了。当然了，这眼妆是不可少的，白色和粉色眼影的混搭，再配上一对能夹死苍蝇的假睫毛，一对魅惑的眼线，我的个乖乖，这化妆到这儿就已经判若两人了。紧接着再给黑人女孩宛如安吉丽娜朱莉般迷人的嘴唇刷上一层淡淡的口红，最后再来一对高挺的眉毛，再修饰一下妆后和发型。呵，这妆后的样子也太惊艳了吧。要是这样去参加婚礼，怕是让前任肠子都悔青。视频最后来玩个小游戏，问什么酒不能喝？视频素材来源网络，我们下期再见。